嗨，大家好，我是兰诺。我今天在一个非常漂亮的甜点教室，会教大家如何使用 Alpha 7S3 拍摄商业广告。我除了会介绍我使用的镜头之外，也会教大家我会是如何打光，还有如何设计我的画面。今天我们有个小挑战，就是要如何使用 Alpha 7S3 的各种内建功能，帮业主拍出一个非常吸睛的广告。那这个广告我们其实在设计的时候，我们尽量避免使用脚架，因为我们想要呈现非常 dynamic 或者是很多元的感觉，所以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使用手持。那手持我们其实会使用像pan 或者是像 tilt 跟 dolly end， 所以这个时候翻转萤幕就非常的重要。今天大概有 90% 的时间我都使用翻转萤幕，我可能是像这样子拿着，或者是像这样子拿着，因为要拍摄低角度。那再来另外一个很常使用的功能是 SNQ， 因为我们在后置的时候会要做 speed ramping， 也就是说我们会一下子让画面是快的，然后一下子是慢的，然后再让它变成是快的。那 SNQ 在拍摄的时候就能够直接让我看到画面会呈现出来它慢动作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今天有非常非常多很棒的慢动作，例如像在甩芒果，或者是在打粉，或者是在撒糖粉等等的时候，我们全部都是使用慢动作。那在回放的时候我也可以给大家检查说，这个画面 OK 不 OK。我们刚刚拍了今天的第一个镜头，就是定场镜头，我们的 establishing shot。 那 establishing shot 它的用意是在于交代我们的地点、人物跟时间。那因为今天我们的主角是甜点师傅，所以我就把甜点师傅摆在中间，然后旁边再打了两盏法师光，然后让他直接对着镜头去打，这样子可以创造一点比较戏剧的效果。然后我又有用滑轨，然后让他 dolly end， 所以让整个镜头看起来是非常动感的。今天我们拍到一个大家都非常非常喜欢的画面，就是我们把相机这样子摆在桌上，然后把翻转萤幕这样子打开来。那这个时候因为要撒糖粉在镜头上面，所以我们在相机身上包了一层保鲜膜，然后把它光圈开得非常大，然后再用慢动作 4K120格，然后呢去拍糖粉撒下来的画面。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在旁边再打一盏投射光，然后让粉在撒下来的时候还有不同的白色的变化，那这样就变成说我们其实在撒粉，但是看起来非常非常像在下雪。在拍影片的时候我们非常注重我们有没有 have fun， 有没有享受这个过程，所以今天其实有很多画面是我们现场才想出来，之前在 pre-production 的时候没有想到，而是我们现场受到启发之后，大家在一起去想说可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然后这边有两个例子，第一个是丢刀子的过程，因为我们想要呈现这个师傅他的功力非常强，所以呢他的刀工也非常厉害。那这个时候因为我们有很棒的 SNQ， 我们有很棒的自动对焦，然后很棒的稳定系统，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拍摄一些需要非常时间准确能够对到的点的画面。那我们在丢刀子的时候，那当然师傅不是真的把刀子丢起来然后这样去抓，我们是分成几个不同的画面，但是因为它的自动对焦真的很强，所以我们在连刀子在空中转的时候几乎都有对到焦。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在拍不同的画面，然后之后剪接的时候再把它剪接在一起。然后另外画面是草莓在滚动，然后滚动停了之后刀子再切下去，那这个就真的是连贯的动作，我们请师傅先用手然后把草莓滚过来，滚完之后然后再用刀子切下去，然后这个时候就能够呈现一个可以一直连贯的 speed ramp， 所以让大家在看的时候可以突破一下一些节奏，然后会让整部影片看起来会更好玩。我们在剪辑影片或者是在制作影片的时候会有一个想法，就是想要让观众有临场感，所以今天我们在拍摄的时候也有一些其他不同的手部动作。那我们在拍卡士达跟在拍削芒果皮的时候，我们就会不断的让相机跟着师傅的手一起去做前进跟后退的动作。那当然一个比较正统的做法会是把相机直接绑在可能师傅的手上或者是一个移动的杆子上面，但是因为今天我们要呈现 steady shot， 所以全程用手持。那当师傅的手往后我们也跟着往后，往前也跟着往前的时候，就让观众有一种他是跟着一起师傅在做甜点的感觉。色调的部分今天我们全程使用 SOC3 来拍摄，会使用 SOC3 的原因是因为能够让我们在后置的时候能够有更多色彩调色的空间。那有时候使用 SOC3 因为萤幕会看起来比较淡一点，然后可能会让我们做出错误的判断，但是 Alpha 7S3 里面有内建 Gamma 辅助显示，它能够完全还原像是 Rec 709的颜色，那这样我在拍摄的时候我就不用担心有没有做出错误的判断。我今天使用的通通都是 Sony 原厂的镜头，有定焦也有变焦，但是我特别想要强调这颗35 1.8， 它的体积非常小，我一只手就可以拿着，而且它的最短对焦距离很短，所以我想要拍很近的东西或者是很近的细节的时候我都可以尽量靠近，然后它都对得到焦。然后再来就是它的重量很轻，体积非常小，我甚至可以单手这样子推进推出都没有问题。
另外一个很特别的镜头是90的微距，今天我使用的次数大概有两次，第一个是在拍蛋黄，然后第二个是在拍泡泡的部分，因为它真的能够靠得很近，所以我想要拍摄泡泡被打出来的样子或是破掉的样子它都能够捕捉。然后再来第二次使用的时候是在拍切草莓的时候，因为草莓上面有非常多的草莓籽，我一定要把它拍得很近，然后拍摄刀子切下去的那个瞬间，然后90微距它都拍得到，所以它是个非常非常特别的镜头。今天拍摄的画面有很多不可预测性，或者是有很多变化多端的情况发生，所以我身边也会背着24105，还有 G Master 的24700。那这两个镜头，它可以在我上脚架的时候，或者是上滑轨的时候，一样能够做出不同的变化。所以这两颗，我建议大家在拍上岸，或者是特别是在拍活动的时候，很建议随身带着这两颗。70200也是一颗我非常喜欢的镜头，那原因是因为它能够拍出很棒的压缩感，也就是电影感。那今天我很引以为傲的一颗镜头，就是我拿着70200，然后用脚架拍着蛋黄从蛋壳打出去，然后呢掉在碗里面的画面，然后全程都是用慢动作。那70200它虽然比较难驾驭，但是我觉得找到好的画面，它就能够把它拍到100% perfect。今天影片拍摄非常的顺利，然后我每次使用 S3 我就会更加的喜欢它，因为它真的是一个拍活动跟拍专业影片非常值得使用的相机，所以我是 越使用就越爱上它。然后我这边个人要再私心推荐这个35 1.8，它真的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镜头，我每次带出去就会觉得说好像整个画面都可以使用它，然后再就是我想拍很近的东西它一定都能够拍得到，它体积真的很小，所以丢在包包里面你也不太会发现，所以在影片的后面我想要再推荐这个35 1.8，它是今天这部影片成功的大功臣。然后我们来到影片的最后面，然后再给大家一个挑战，如果这一支影片在今年底结束之前突破10万观看次数，我就做蛋糕给大家吃。然后如果大家喜欢教学类影片的话，我们这边会再放上几部 Sony 的教学类影片。那我们这一集先到这边结束，我们下一集见。 Cheers。